它的理念是，来自于这个龙图腾，非常刚硬的一个头型的设计。整车的这个降阻设计，我们在整车采取了所有的设备都是平顺化的设计，整个车身没有突出物，所以它的阻力特别小。现在针对国际市场，正在研发时速400公里的动车组。对于这个车，如果能 驶向国际各个地方，当然是我们干高铁的高铁人的一个骄傲。像以前呢，是很多在国际市场上呢是单纯的一种竞争行为，现在随着这种“一带一路”的倡议呢，以及这个国家领导人对这个轨道交通和高铁装备的重视呢，在很多国家呢，我们变竞争为合作关系，甚至可以跟我们的像日本一样的这个竞争对手上，可以采取第三方合作的态势，例如在东南亚一些地区啊， 也是在进行合作。中印尼亚万高铁的这个项目执行上，包括中老项目、中泰项，以及东南亚即将越来越多的这种高铁网络的进入，也是给我们企业本身创造了很多机会。